把那个姜豆卡起来进坛子，那姜豆儿好嫩呀。又吃鱼吗，老谭？那不吃鱼吃哪样啊？一天吃鱼。今天我来煮鱼吃，那天我买了两个鱼盘子，那天买的鱼豆腐，还能买点肉。买那么多？嗯，那个装鱼。你们两个咋够一锅都够了哈？有时万一有人点，要做两桌哎。嗯，用哪个？用那个盘子噻，用盘子的事情。两个瓜儿的皮毛嘛，你要带好嘛，你带不来嘛。哎呀，一会儿又热了。还给我留点儿搬嘛哈，搬继续搬。我搬一个今年的嘿，你是买的啥子鱼啊？花鲢。花鲢啊？嗯。再给你们干一下收拾。买两个那个大两个伯伯，装汤那些，用点汤那些啊，那个伯伯装的。切点那个姜丝来，腩鱼。喊着起都着起。太乖儿，他现在一天离不得奶奶呀，你看嘛，他一天跟他奶奶路。给他多放点盐，捞一下，倒点料酒。奶奶好个菜哟，穿那个厚的衣服，拿把扇子。你那你一天拿把扇子是在要哪样嘛？看我们饭拿出，整点鱼，那是不摆的叫了。又来找点虫子嘛，喊你开始在街上买点来，这虫子得来第一嘛，用一道虫子来找一道。对的，找到点点儿。哎呀，溜溜，走，回。你又来祸害那些菜噻？这片的那个虫子看到都叫人。嗯。你找你哥哥去吗？嗯。我把你搬到平头了。你我搬到我找我找我。来来，给他捆下去。香味儿溅出来呀，都是水。那个帽子戴起热死的，你给戴那个。我给你戴个，买个夏天戴的帽子嘛。哎呀，不要那些。啊，不要。那个可以透风。啊。那个可以透风。哪有帽子？热天戴的。哎哎哎哎，看过吗？咦。这个大了，他们都吃完饭了，马上，我们还在弄。弄哪嘛？是不是？哪来嘛？弄哪样嘛？那两个脑壳，走，直接叫。那鱼片儿你放下来，放早了，煮起煮老了的嘛。我那鱼片儿都看。你还做嘛？你在水里上面做。啊。啊？哎呀，这个肉质，哎呀，我看。哎呀。煮一下，把那豆腐打一下。豆腐煮鱼的话，莫打薄打。打薄打，粘都粘不起来。打薄了粘不起来是啊。鸡蛋放吗？你豆腐来啊？含豆腐知道吧，叔叔？好了，煮好了，煮好了，舀了，关火了。你水不基本就热了噻？下面。等着那哈，莫端，端起了吧，放点鱼头出来。这让我来过啥？慢点哈。慢点儿。你的耙子都是旋儿拉旋儿的。哥哥。用得到那个伯伯还是蛮安逸点的。来，葱花。今天带灶舞去。走，排骨让开，硬是把你搞不赢。那我也不行。有点饭了，嫂嫂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要喝的是我送我的，喝点汤。哼，那个还是辣呀？那个不算，还是酸的，那个不算。你这放没放完？放点料。你这是啊，又没吃辣，真是。大家吃一下，多放些。你吃的辣得很嘛？不辣呀，我吃一点都不辣。哎呀，我说真正的哇，不能辣。我说你吃鱼的不那个辣呀？我腌的要的不是鱼，是啷个的？腌鱼还是好嫩呀，好。
要是花的都嘛不能。他就是拿金子的的嘛，他提那个好多东西。好奇啊！啥子提了嘛？不让那个了，兄弟们。你呀，拿我去。来，他们吃个老子。我不要，你去嘛。那得很。你妈去。我想吃豆腐。啥子吃嘛是？吃那个老婆公鸡啊！不要了，拿人。放在哪里去啊？我要去吃在那里。那我看你们做那些鱼还是那个海椒？我那个双海椒那比你那个要学，我双海椒没那个辣不行了。你问问，他过来不吃烟不喝酒都可以的。酒也是那个喝点啤酒，不要喝白酒。白酒那个是放到那个点酒精杆儿，酒精那个。我今上午吃那个鱼，饭都不吃了，把我那个了。你煮饭没有？煮了一碗，来点。我拿个盘子来，我尝尝。你见过盘子啊？